人家他爬很快。哎，怎么用手给人家去抓？这样不是钓鱼，这样是抓鱼。这个要给我吃，这个又没有煮。你再放下去钓鱼，这次钓鱼就好了，因为太挤了。哦，他在游泳。哇，两只撞在一起的了。太多了。可以钓哪一个？哇，你把它用坏掉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给人家用坏掉？这样下次就不可以玩了。好吧，那收起来了。